张靓颖在歌坛上的成就可谓是很高呢，很多经典的歌曲吸引了不少网友粉丝的喜爱，但是在感情上却是坎坎坷坷呢。张靓颖与冯轲的结婚一直是受到母亲的反对的，更是各种阻挠，但最后还是结婚成功了，不在国内。可如今张靓颖和冯轲已于去年10月份就已分居，而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，张靓颖深夜发文以回应情变新歌的歌词来自表达自己的烦乱的心境，不过一切都是猜测，都没有的本人证实。近日张靓颖的一条微博又引起了不少的关注，那就是张靓颖晒出合约照，表示自己已与少城时代解除经纪合约，并写道，明天起一切从一开始。张靓颖2009年与冯轲成立了少城时代，一直发展至今。张靓颖此举不仅感情甚至事业都上与冯轲彻底断绝关系，看来11年感情抵不过2年的婚姻啊。对此网友纷纷表示道，永远站在张靓颖这边啊，支持张靓颖的决定，支持女神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 PS 图文来源网络，若侵权请联系删除。